妹，主内平安。阿门。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把圣经打到罗马书七章第二十五节。七章第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我们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两个顺服，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里头，是不是啊？神圈的不是人圈的，是不是啊？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中，下面神要显明一件事，看谁用内心顺服神的律，肉体到顺服罪的律了。肉体顺服罪的律，肉体因罪而死，对不对？对，对，对的。心灵顺服神的义的律，心灵因义而活，对不对？对，那这是正是圣经的话。有的时候对肉体说话，有的时候对灵说话。有的时候对旧约的人说话，有的人对新约的人说话。有的对律法以下的人说话，有的对恩典以下的人说话。好，这种上帝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里。目的是什么？看谁以内心用灵来顺服神，这很难呐，是不是？多半都是用肉体，想要想方设法用肉体顺服神，是不是啊？是。你不信看，99%的教会，全世界99%的教会，可以这么说，都是想用肉去顺服神的律。用肉体，用手的方式。以色列没顺服，没守住啊，我守。他没顺服啊，我顺服。啊，他没板住啊，我板。是不是都这么想的？这里面怎么说的呢？保罗他只给我们做了一个顺服的榜样，是不是？他用什么顺服呢？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看谁能够从这里跳跃出来，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是不是用心？用心才能显出心，用肉显出什么？显出手。用肉就必须得手，用心就必须用心。这不用你，你就看你用什么，用哪个？一个心，一个肉。上帝给你个心，给你个灵，给你个肉，看你用哪个。用哪个很关键？用心有心的果效，用肉有肉的果效，对不对？对，用肉就是守，守的结果就是守不住，对不对？对，守的结果就是守不住，因为圣经说没有一个人能守住的，包括所有上古时代那些人，是不是？凡凭守的都守不住，你能守住吗？你能不能守住？守不住。那你守不住，守住用什么方法？信心。守不住的，有硬要去守的，这人就是被遗忘的，是不是啊？嗯。上帝没有让你守，上帝把这件事摆在我们面前，要学这个功课。我们从前查没查这种经文？使神把众人都圈在罪里头，就圈在不顺服里，圈，就把你圈在这里头。看谁使用信。用内心，不是用外面肉，是不是啊？对，看谁这两个工具谁会使用，会使用的人就逃脱了罪的律，不会使用的人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罪的律。这是两个律，一个是罪的律，罪的律是因为人用肉体手肯定是罪的律，用信心信肯定是义的律。怎么说服？现在给个方法，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里头。现在看谁用什么方法顺服，对不对？保罗怎么说的？保罗是不是今天我们新约效法的榜样？是啊，旧约亚伯拉罕是我们效法的榜样。那么旧约亚伯拉罕是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信，对不对？新约保罗是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就怎么信，就一点错都没有。否则的话，净出错，错误百出啊！原因人用的工具对不对？用地上的工具就得靠手，用天上的工具就得靠心。灵是天上的，肉是地上的，
对不对？对对，肉是死的，灵是活的，叫做活是灵，肉体是无意的，用无意的做有意的事，能不能有意呢？不能，一定不会有意的。用土做灵的事情能不能成功？不能，不能成功的。听懂了吗？这件事情如果被众教会看中了，那这件事众教会都因着这个道能复兴，心灵都得复兴。如果这件事情我是今天所讲的道不被众教会所注重，那么现在许多的教会都败落，最后都败落，因为他原因他用的工具不对。谁先让我经历，谁先让保罗经历，最后又在我身上又让我经历的，我才能看见这么大的亮光。这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的，因为多半的是什么使用的东西都是地上的。保罗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以肉体顺服神的律，他说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倒顺服了什么的罪的律？那这不对吗？正是保罗所讲的道，一系列的道都成功了。若顺服罪的律，肉体因罪而死，这罪成神的旨意。心灵顺服神的律，遵循神旨意，用肉体想要遵循神的旨意，就是不遵循神的旨意。用肉体去顺服神的律，想逃脱罪，不是遵循神旨意。用肉遵循神旨意的人是不遵循神旨意的人，用灵遵循神旨意的人是遵循神旨意的人。用不用肉体遵循神旨意的人是遵循神的旨意，用肉遵循神旨意是不遵循神旨意的。听懂了吗？这句话听懂了。我不是摇口令啊，再给弟兄们摇口令，你看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再细想一想，用肉遵行神旨意的人是不遵行神旨意的人，用灵遵行神旨意的人是遵行神旨意的人，用肉顺服神旨意的人是不顺服神旨意的人，是吧？不用肉顺服神旨意的人是顺服神旨意的人。怎么的？不是这么回事吗？细想想来看看。保罗从来没有让人用肉顺服神的旨意呀、啊。那经文呢？不信你可以找，你看这经文是不是矛盾的？是你理解矛盾了，还是人保罗所默示的话语矛盾了？不会矛盾的，不信你试试看。保罗无论说哪句话，你都可以拿出来，咱们可以用圣经来校对，看到底是。保罗所讲的默示的上帝对他的默示是正确的，还是你自己想法是正确的？多半人都是用直接直观这个字句来解释这段经文，一解释就错误。但今天上帝不让你用直观的肉体用字句来解经，字句解经错不错？错，那完全是错的，是不是？感谢主，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大家都要遵行神的旨意，这句话谁都会喊，对不对？谁都会喊。你说遵行神旨意，开口就说遵行神旨意，很不费劲的。但实际遵行神旨意，保罗在这里说，我没说别人，他说我呀，我以那些，那是不是给我们做一个标榜？对，是榜样，对不对？我以那些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倒顺服什么的律呢？对的，对的，对的，不是吗？是不是？你是不是用这个方法？你若不是用这个方法，我告诉你失败了。你是最失败的基督徒，可以说是用句最不好听的话，就是个糊涂徒了，是不是？那这么多年这样的信法，就用肉顺服神旨意的人多是少？多。那死里复活这个道就被推翻了。咱们今天如果肉能顺服神，遵循神旨意，不必要讲死里复活，我也不必要讲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不必要讲这个死里复活的道。我们讲的是不是死里复活？是不是？你肉不能够遵行神旨意才要死，你心灵能遵行神旨意才要活，不遵行死，遵行的活，逆神者灭，顺神者昌，对不对？逆神者就得死。那么这个肉体它是个悖逆之子，你把它当做悖逆之子，悖逆之子应当怎么样？死，对不对？如果他能顺服，还用我说别的吗？如果能顺服保罗，他就直接在这儿，我以肉体顺服神的律，就直接能写出来。但这里写没写出来？写没写？写吗？写我用肉体顺服神的律吗？啊？没有。写不写？没有。根本就没写。不信弟兄姊妹可以在圣经找用肉体顺服神的律这句话，
是对的是错的，将来我会写的，我把这些东西这些问题都写上，上面都填上空，叫你往上填。比如说用什么顺服神的名，用什么顺服罪的名，哪个东西顺服罪的名，哪个东西顺服神的名，这些东西填空，叫弟兄姊妹都填，一个人一张纸填来，看能打多少分，行不行？行。你把这个东西的复印几分，拿那个各个教会，包括三次教会进去发一发，向你填，看那几个填对，那个，你信不信？行不行？来测验一下，行不行？测验一下，看你现在从来没听我讲到的人，你把这些东西写出来，都填，都上面都有括弧，括号里面都是空白的，就挨个地方发来填空来，填圣经问答。圣经问答，一个人都一张老天，搁那里你也不说什么，你就告诉大老天，填完了就收卷子，收卷子拿个批，有多少人，把你的名字写上，电话号的码写上，我这个填完了，包括那牧师长老，你都叫他填。你们几个正确的？人都以为那个方法是正确的，是不是啊？人都以为守规条是正确的。犹太人守了，犹太人不是没守，他已经守诫命、守规条了，守不守住呢？没有，守住了蒙福啊，守不住不蒙福，是不是啊？嗯，守不守住？没守住，难道不能成为我们的鉴戒吗？不能成为我们的警戒吗？对，竟成为今天世代的教会的一个榜样了吗？啊，保罗是因为他肉体比别人强啊。才写出这些书信，还是因为他肉体没有别人强，跟别人差不多少一样，啊？保罗经历完了，对不对？经历肉与灵交战，最后得出这么个结论。他说：“我要想顺服神的律，我必须用哪个顺服？灵律。那我这肉却顺服了什么律啊？对的律，是不是两个顺服？对，把众人圈在最里，就看谁能用灵凭信心顺服神的律，飞跃罪恶。”从这罪的圈里飞跃出来，从不顺服中间脱离出来，好不好？用灵顺服，不是用肉顺服，肉不顺服死，理所当然的。所以十字架强调这句话，正好在这句话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主啊，你得我叫你求你纪念我，但我肉体所做的和我所受的相配，对不对？就是成了。主的救恩在你身上终于成了，主一死又从死里复活成的，你也一死又从死里复活成的，阿门，对不对？你跟他同死同葬成的，阿门。乐园就是你的，你以为怎么进的乐园呢？就这么信进的乐园，你怎么超越这个不顺服的啊？这个圈套啊，这个圈圈呢、啊？是神将众人，是不是？圣经将众人圈在最里，就。那边又说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里，是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所有的上古的那些凭信心的人，他们都在不顺服里头。但他用什么来顺服的呢？找几个特殊的人物，特别有信心的人物，他们就从那里蹦出来的。怎么蹦的？信心蹦，好不好？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约书亚，加勒，另有一番心智，必须用心蹦出来，好不好？啊，将你们的心智改观一新，有没有说我们？说你，将我们的信心改观一新，是不是？心智改观一新，改没改？改了，依然是照着那些老祖宗遗传教诲来，咱们就用肉使劲守，越守你得非得死不可，你非守死你不可，你非活不了不可，是不是？你活不了的，你非得死不可呀！这条路如果选不正了，那就是死路一条，你信不信？嗯。撞墙了，那就是脑袋撞墙，当着撞的。嗯。那是撞墙啊，那根本就是你白费了功夫，最后什么也得不着，最后又遭受了咒，对不对？上帝咒诅逼临了。犹太人咒没咒诅啊？咒诅灵不灵到他？灵到他了。原因是
他光注重了什么？手手要干什么？要蒙福啊！看不看着？要蒙福啊！现在这教会中间，那眼睛就盯盯在蒙福这个，盯盯在这个地方的人多不多？多啊！看守住了蒙福，守住过蒙福，那十一奉献你得守啊！守住了，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怎么走蒙福？是不是？是不是注重在那福上了？下面还有呢。守不住了就被什么堵住了，堵住了，所以他想方设法要守住，嗯，是不是？第二点是守不住怎么了？守住，受咒诅，对不对？好，回到生命记啊，守住了蒙福，守不住受咒诅，对不对？这是两个，这是两个应许，这诫命，这就叫律法之约，是不是啊？以色列上帝跟他用律法立的约，那这个就是约，能不能守住？我们看他守住没守住吧，回头看。生命记二十八章。生命记在约书亚记前的二十八章，懂了吗？多少节？二十八章第六节。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你们从一说，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你有跑的路，他们没有跑的路，他们只有死路，是吧？在你仓库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一听这点事，哎呀，守啊！弟兄姊妹守好不好？守住啊，守住才蒙福，守不住不蒙福啊。有没有错误啊？错什么？以色列就干这个事儿。上帝把这个诫命给他完了之后，他现在就是想要蒙福，是不是？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一切都蒙福，追赶仇敌，仇敌就跑。完了，我们还有七条路，是不是？下面说，并你手上一切，在你的仓库里。哎呦，这仓库多东西多了，现在按照这字句写经的人多不多啊？多，哎，多的不得了啊！都想蒙福，是不是啊？就没想我守不住的时候，啊，就没想守不住的时候，你这人多糊涂啊！要守住，不想自己守不住的时候，好，往下看，往下看。耶和华你神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就在这地上赐福我，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没有患难了，没有苦难了，没有十字架了，有十字架就是被咒诅了，有苦难了，试炼了，那就是被咒诅了。你们有这么讲？有啊，信耶稣基督，那肉体一点罪也不着，永远在地上活着，死了就是被咒诅了，骂罪也没有了，都是降服了，就在地上肉体降服，是吧？真好，信耶稣真好，谁信？啊？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一切是仓库里的蒙福，哪都蒙福，甩面盆蒙福，什么都蒙福，对不对？对。这个真好啊！耶稣比谁都强，你这多好！就天天咱们去宣扬这件事儿，好不好？不好，不好，永不死的，成为永不死的罪人，就在地上永远是这个肉体在这地上活着。谁要肉体有一点病了，肯定受阻了。你守住律法，被受阻了，是不是啊？矛不矛盾？和耶稣说的话矛不矛盾？和保罗说的话矛不矛盾？我们经历神，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这矛不矛盾呢？矛盾，那绝对矛盾。这样人的讲道，我跟你说，这全是属肉体的人，他们两个人没分开，是不是啊？是，就这大肉体啊，这大就肉体永远不死的。保罗说：“你所种的若不死，怎能生呢？”那么讲道不讲完了吗？啊，弟兄姊妹，一旦有个弟兄姊妹稍微有点患难或有点疾病了，马上就灰心了，这我完了，受咒诅了。那保信保家仙那么信的，啊，信保家仙都那么信的，是不是？那保家仙是保我家里，那佛教佛也保这个信佛的人家里头一生不遭灾祸，活死了，是不是？信个三俗基督的，他根本不是信耶稣基督的。耶稣死而复活，我们也效法他死而复活，好不好？好，你不可能不死，你肉体不可能不死，对不对？可千万别那么信，那么一点点把你顶错路，稍微有点关的马上弃掉主的话就逃跑了，是不是啊？背叛的人早晚是背叛的，不敢有环境了，风吹雨淋水冲撞着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因为根基扎在什么地方？根基扎在沙土地上。啊，不是扎在沙土地上吗？那糊涂人那些根基不扎在沙土地上，就用肉体得好处，是不是沙土地啊？那根基，耶稣说当试验来了或遭遇为主的道遭遇了逼迫，马上就什么就去了。不要这么信好不好？这是犹太人的信仰，犹太人这么信的。犹太人因为我是神的选民，一生在地上要蒙福，光有福没有咒诅，最后上帝把他交在列邦中间，被杀死的犹太人很多，是不是啊？是。原因是什么原因？信仰上的失误，根本没有，他没明白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上帝要给他什么他都不懂，就拿那大肉体侍奉神，就天天装扮那个伪装那个大肉体，伪装的越像，以为在人面前越蒙福呢，叫人说他好，是不是啊？没想到耶稣基督突然从公然降世了，好顿把他责备。耶稣就是基督，就是那位道在肉身中显现的神，对不对？显现的神，他来到人间了，明明的神用神的话对他说话，犹太人已经麻木听不懂了，最后上帝亲自借着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神成了肉身，来到人间，借着人言来责备他，神借着人言来责备他，他到现在都没明白是咋回事，谁责备我的都不知道，光听见声音了，没看见，不认识这位救主到底是谁，还等弥赛亚，你说活不活该？还是活不活该？活该。今天这样的教会，就是效法犹太人的教会是多是少？多了，太多了。这效法犹太人教会都在这里头，都在大肉体的，就大肉体得福。我也想有机会跟弟兄姊妹讲一讲患难这件事，基督徒应不应当有患难？应当啊，应不应当有？有。要说没有，那咱们今天就全信佛教也行，佛教不讲究患难，他不讲究什么患难，要信其他的宗教，保家仙那些东西，是不是？耶稣基督今天他来到人间，明明告诉你，既有患难的，是不是？对。有逼迫的，有十字架，有这些，为什么把基督徒都圈在哪里去了？都弄在那肉体里面来。这基督徒一生没有患难的，有患难就是受律法咒诅，没守住律法，没守住十一，没守住礼拜天。礼拜你还不是还叫你守吗？靠肉体吗？肉体得守好，守好就怎么样？不可以有患难。那上帝试炼基督徒用什么试炼？用患难呢？你能说没有吗？你没有那怎么试炼基督徒？我讲三喜，在堂屯讲三喜，弟兄们有多少听见的？讲三喜最后一喜是什么？活喜，活喜，对不对？对。圣灵喜、水喜和活喜。对。那活喜是什么？患难。耶稣特提到了，约翰也提到，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是不是这么说的？是。这患难难道没有？那基督徒那成什么基督徒了？咱们信的神就是那样吗？
就因为神爱我们，所以给我们患难，患难试验我们的信心，对不对？在患难中间才试验我。上帝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不是要消灭你，而是要试验你，看谁能凭信心跳跃这个圈套，这个圈圈，这个罪的圈圈。听懂了吗？听不听清楚？你可别在那这跟他们一样，反正人家有讲的就行呗，听就行了呗。啊，你讲的敢讲哈，讲爱的，你都讲圣经。你得看圣经的原意怎么说的，你看那圣经的那里边怎么讲的，你得看清清楚楚的。做基督徒今天不能做糊涂徒，不能听人的白话。今天咱们讲到不是白话，对不对？对，是要把上帝所起初所漠视的话语那个原意给他给弟兄姊妹讲出来，是不是啊？是。如果就凭自己的意思讲，那讲来讲去不全是自己的意思了，根本不是圣经的意思，不是上帝要按照他漠视那个意思讲出来，弟兄姊妹全都是走岔路的，那是不是领瞎子？瞎子领瞎子，一同掉进坑里去。有的人就跟着跑啊，不管是好坏就跟着跑啊，在后边跑着，弄泥娃都跑的刚点中间起，脚打后脑勺的，使劲跑呀！让你跑得跑出点名堂啊！我也跑，我跑明白了，行，是不是？我真清楚了，行。但你今天跑，你跑来跑去，你最后跑白空跑了。正如保罗说：“你们一向跑的话，谁有谁拦阻你？”跑没跑？都跑啊！那群人都在那跑，你们以为他们不跑，还大发热心呢，是不是啊？犹太人跑不跑？跑！大发热心，到了这进前的时候，他手扶着那个那哭墙来，那哭啊哭啊哭！哎呦我的天，这前面前大金全是湿的，都哭湿的，眼泪没少掉。神怎么说的？你们就是多多祷告。我也不听，你们举手祷告，我也不听，对不对？你们在正路上走吧，你们在正路上走，你在正路上走了，上帝悦纳了你的作为，好不好？用信心，上帝是喜欢的。你用大肉体的手，像犹太人手，就光注重在蒙福，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仓库也蒙福，算账店门也蒙福，俺那谈反正都蒙福。但是咱们既要福不要祸，神是赐福的一年，不是什么降祸的一年，要福不要祸。今天你有一点肉体，有一点什么就是祸，是不是？耶稣为什么说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为什么这么说？啊？耶稣从来没说，哎呀，那富足的人有福，家什么都有，那仓库要什么有什么。你看，就拿旧约那个，就拿那字句，那里是说什么？你的仓库是指你哪里？天，那是仓库啊！啊，你把那仓库都弄你家的房里的仓库了，那不是跟财主一样的仓库？跟大仓房跑到仓库里弄一些什么地上的土产？耶稣的意思是那个意思吗？不是，犹太人因为用肉体去领受神的话语，把那新酒装进旧皮袋，这一分析不对，哎。一分一不对，前后的矛盾呢？耶稣来讲的话和整个旧约的摩西五经末世的话不一样，是不是啊？是。那里边说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守住律法就蒙福，守住诫命就蒙福。耶稣来说，贫穷的人有福了，是吧？你要跟他签了，他要把他原来那个以为全部都签。耶稣又说了。富足的人有什么？我这里边仓库都蒙福了吗？蒙福了吗？是不是啊？掌握住也蒙，手上所做的都蒙福，是不是啊？嗯。耶稣说话竟跟他反着来，是不是啊？嗯，对。耶稣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就有什么？完了，是不是啊？”是他反着成功哪来的？你说话怎么就这么跟咱们想的怎么就不一样呢？是不是、啊？耶稣讲的话是讲经义，讲明，最残酷，最里头，是不是啊？他们想的是什么？我家那个仓库，我家那个转那个全面盆，我家那个筐子，那装馒头那个筐子，是不是啊？他那么认为，是不是啊？耶稣不是这么想的，
耶稣讲的是灵，讲的是生命，他们讲的是肉，讲的是地上生活，能一样吗？不一样，绝对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圣经，不要把那圣经针对这大肉体，针对这个，你针对哪个？灵灵，针对灵，别针对肉，是不是？对。那肉体因罪而死，又怎么解释呢？心灵因义而活，怎么解释啊？跟他所领受的道又矛盾了。现在领受，全天下的领受基本上都是从肉领受，感谢主，这是神的儿子，就这个，这是肉，是神的儿子。那肉体因罪而死，儿子怎么死了呢？是不是有毛病啊？是不是他领受的话有毛病啊？对，领受错误的。对，因此那个领受错误的话，就产生直接就产生和圣经直接针对性的矛盾，关乎圣经话语针对性没搞清楚。今天教会呢，虽然和上古时代不一样了，都信耶稣，是不是都信耶稣？是。三字会的、家庭聚会的，还有那些会有什么亚米念的，还有加尔文的神学、新派神学的，他们都在信，是不是都在信？真正脱离在肉身以外的，是不是啊？对。得以见主的很少。对。在肉身以外的，这句话很奥秘的，在肉身以外得以见主好的无比。我住在身内，便与神相离。这句话，你注意听这句话，住在肉身里头，便是与神相离。离开肉身得以见主，这不是说以后我离开肉身，离开以后离开肉身，那是今天也是凭着信心，对不对？对，身体得赎那时候，那保罗他是说离开肉身，我住在身内，便与神相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今天住在这个大肉体里，不凭信心脱离肉体，那就是与神相离的，是不是？我住在肉身里，我天天想的是肉身上的事儿，对不对？我离开肉身得以见主，这属相讲了，还离开帐篷以外得以见主，好的无比，对不对？听懂了这句话吗？听懂怎么听懂？说一下来。什么叫离开肉身？住在身内，便与神相离，与主相离。那我天天在这肉体里住，不是凭信心跳出肉体，是吧？肉体已经死了，我肉体先生死，与基督同钉在死架上的人，是离开肉身的人，是住在帐篷门口的人，不是住在帐篷里面的人。听清楚了吗？我怎么样才能住在，才离开这个帐篷？是不是？凭信心，是不是？凭信心，我已经死了，没有我了，就离开帐篷了，是不是？现在我天天住在这肉身中间，我天天想的是肉体上的事，你所解释的经文肯定都是肉体的。你信不信？信。你根本就遇不见神。对。离开肉身得以见主，好的无比，是不是？是。是不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就是保罗所写的书信，这些书信是何等的关键，何等重要的，对不对呀？对。那这旧人死，新人活这件事是以弥所说，脱去旧人，穿上新，那怎么脱？是不是用信心过？信心。对，信心。旧人就是属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旧人连旧人的行为，那怎么脱？信心。凭信心脱呀。对。我的肉身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罪身已经灭绝了，活着的不再是我，这就是什么？灵。住在不住在肉身之内，已经离开肉身了，凭信心离的。不是我今天我去喝点毒药啊，我去上吊啊，咬舌自尽呐，啊，我去偷火车，我跳楼自杀呀。这个都不是上帝所要的，上帝用信脱离肉体，是不是？是。看不见的信来脱离那看不见的死，看不见的来脱离那个死，对不对？对对。用看不见的信心去成就看不见的事，死是看不见，我没看见我就可以死，没看见我自己死我就可以死。这是在基督耶稣里和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不是犹太人活在肉体中间要想蒙福，这多蠢呐、啊！在地上要蒙福，是不是？是。如果在地上全面盆也蒙福，冲也蒙福，筐子也蒙福，路也蒙福，是我做的工作也蒙福，我走的路也蒙福，进城也蒙福，上市田里也蒙福啊！好了，好了，那耶稣话又有毛病了。
耶稣讲的话和这句话又矛盾了。其实他没明白，耶稣讲的话和这句话一点都不矛盾。耶稣讲的说，不要为肉体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对不对？对对对。生命不胜于饮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耶稣不让你忧虑这些事，肉体上不让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是不是叫你求属灵的？对对对对对对，不是求属肉体的，对不对？对。现在求肉体的是多还是求属灵事多？求肉体的。你要想蒙福吗？脱离肉体。你要想不蒙福吗？住在肉体。告诉你方法啊，你可以照着我的方法你做一下。是的，看。是。你想爱惜生命吗？不丧掉生命。你想恨恶自己生命吗？得到生命。耶稣说话是不是跟这个时代整个相反？跟犹太那个时代是不是相反？是。犹太就一个肉体，没有重生生命，所以耶稣就针对他肉体说话，但他没明白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有两个了，有两个身体，有两个生命，对不对？对。有两个人，对。有两个国度，对。对。有两个世界，对。对。有两个天赋，对，有两个父，有两个母，对不对？我有两个母，对不对？一个母，一个母，我有两个母，不对吗？有两个母，对，两个母的，两个抚养的，我有两个眼睛，有两种眼睛，对，有两个嘴，对，对，对不对？对，是不是啊？是。对，你说的不对，我明明就是俩眼睛嘛。不是有两眼睛，我就一个人，你怎么说两个人呢？那人在哪？你给我分来，你给我找找那人在哪呢？找人，那人在哪？你给我找来。这就一个身体嘛，谁说两个身体啊？你蛮横，你跟别人讲不一样，那明明一个身体，说两个身体在哪？不了了，今天你们欢喜快乐吧，因为你们所领受的和他们现在这个等当今教会所领受的这些都是不一样，不一样，欢喜快乐吧，欢喜快乐。神特殊的恩待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阿门。使我们在基督耶稣真正的合而为一了，阿门。在真道上合而为一了，阿门。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呢？你这么奥秘的事情谁都不知道，都在那一个肉体求求感应中这全面牌蒙祝福了，这外面大的主老的框蒙祝福了，是不是都那么求？但主耶稣叫我求天上的事，不要求地上的事，是不是啊？对，你要求上头的事，不要求地上的事，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什么是地上的？肉体是不是地上的？吃是不是地上的？喝是不是地上的？穿的是不是地上的？祝福所有的虚用都是地上的。对对，世界上的事儿，也是这么求。主啊，不要兴起战争，是那无辜的楼房被炸中了。求天上事儿，地上事儿，地上事儿，别胡说，这件事是必须。他把这必须给拿掉了，他自己在那求啊。无辜的人都被炸中了，谁是无辜的？包括我们今天这个肉体都不是无辜的，对不对？死了就死了，行不行？行。我们现在得有这样的心智，释放神就有这样的心，像十字架强调，肉体所受的和我所做的是相称的，称不称？称。什么叫相称？活该，对不对？死的活该。死得好，死得妙，死得活该，是不是？我们有这个心智，蒙福的，这才是蒙福，才是基督徒效法基督的死，对不对？你怎么天天为你大肉体那个大肉块那个肚腹，这撑的简直了，肚子这么大的肚子，天天都手就捧在这肚子，不然的话，飞下去了。是不是啊？那么有没有这么一群人，就照着犹太人这么彻夜蒙福、昼夜蒙福、守住了蒙福啊？光看着福没看着祸，没看着咒诅，对不对？对。下面有咒诅，咒诅就必临到他。我们看
第十五节，十五节看这段经文啊，犹太人守住了没守住啊？蒙福了没蒙福？没有。没有。他们既然靠守没蒙福，下面你还靠守吗？怎么了？你若不听，第十五节啊，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就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下面就说这话，前面说祝福，下面说咒诅，对不对？对。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在你的筐子和你的铲面盘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耶和华因你行的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一切的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身，直到你被毁灭，速速地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什么？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什么？天上。从天临到你身上，直到你什么？灭亡。下面除了死就是灭亡，就是灾，对不对？一切痨病、一切疾病、一切毒病，都临到你。耶和华这么说了，把这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以色列眼前。以色列现在要靠肉体得福，对不对？明没明白？那么这里边就从创世纪里头一直到摩西颁布这个律法，跟以色列颁布律法，有没有明白的？有没有？没有吗？有没有明白的？亚伯拉罕不明白吗？啊，约不明白？约书亚加勒跟他们在一起不明白吗？明白。约不明白？明白。为什么明白？那个另有一番心智，对不对？这心很关键。圣经在新约告诉你们，将你的心智改换。什么叫改换？改换是不是？对。改换什么？心智。改换一心。和这句话一不一样？这两句话一不一样？一样的嘛，是不是说的方法不一样？另有一番心智，和众人的心智不一样，这叫改换，将你的心智改换一心。一心，心智改换了，不过那些另有一番心智啊，也是心智改换的意思，跟众人心不一样。众人心凭什么？平行好了，大老王，是不是叫平行啊？嗯，守住了是平行，对不对？对不对？那靠恩典呢？不平行了，平行，是不是？平行。保住这个大肉体，保住好，降服在地上，降服99%的人都这么想。你信不信？保住啊，别死了。那咱们信是死，把他信死，对不对？借着信心把他信死，我和基督同死了，那这样就死了，对不对？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是不是这么说的？嗯。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比与他同活，是不是？在罪上死，在义上活，这样经文多不多？嗯。啊？多。那这经文都弄哪去了呢？死了就没有犯罪的，没有犯罪怎么认罪？你不认罪，那还没有什么干的呢，是不是？好像他天天侍奉主，就拿这事
你迎上来，这就是他们信主的目的。信主是天天圈待在罪里头，天天在侍奉的，是干这个事儿吗？不是，不是玩罪吗？不是，不是，嗯，信主是借着主枪逃离罪，对不对？对，对不对？我凭信心逃离罪，你看他们都怎么想的？那个想法和那种意念完全不在圣经的正道上，啊，不随从上帝的意念，完全的意念完全都背离了上帝的正道。说另有一番心智和心智改换一心是一样的，好不好？换个心，另有一番心智的心是基督的心，原来那心是自我的心，对不对？对，用自我的心去看圣经，一定不会看见亮光的。用上帝所给的信心去看圣经，一样看出亮光了，对不对？用信心是信基督，基督住在我心里，我用基督的心去看问题，一看就有亮光，对不对？那现在我就要这一个心，不用改了。他们要改什么？要改哪个？有这一个人，使劲憋他。把他憋得眼珠都憋多挺大喊的，也没改了，改了三十多年四十多年的人，信主三四十年的人有没有？有。改没改？没改。修不修炼好？没改。是不是要修炼？换药啊，换汤不换药，是不是？佛教他是苦在己身，用这个人改，要想把这个人改过来，对不对？你基督教在采用这种方法，难怪叫世人误解呀、啊。世人会不会误解？我们今天讲的道和所有其他的宗教必须都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好不好？啊，他们都是个人在那想进天国，自己来的，没有个救主。他们根本就他自己的智慧，佛就是自己的智慧，想进天国，靠自己的悟性，是不是？靠自己的智慧进天国。我们不是的，我们因信就进入神的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对。好，针对犹太人说话，最后一切的灾祸都临到他了。好，我们再看一段经文，《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七节，169页新约，十七节，169页，第二章十七节啊，这就话是跟谁说的话？就看好了，有的人拿过来就走啊，也不问我拿过来吃啊，吃中毒了咋办呢？啊，看见没？十七节，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人的，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什么？神的名在外邦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你若遵守律法，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成割礼了。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的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守全律法，岂不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邦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体的割礼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的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
是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一文。这人的称赞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乃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好，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前半部说的是犹太，都是责备犹太人，是不是啊？是责备犹太人做的对呀，守律法守的对呀，还是说他们不对？拿仗着律法夸口，对不对？仗着割礼夸口。那么这里有保罗证明他们守没守住呢？首先看这里边，你成为犹太人，针对谁说的？犹太人。犹太人啊，又倚靠律法，他们靠的是什么东西啊？律法。倚靠律法，上帝设下律法，他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意思，去倚靠律法去，靠律法夸口去了。下面还说，且指着神夸口啊。拿立法靠着神夸，在殿里祷告，这耶稣基督用那一个例子就证明犹太人都是在那种光底下向上帝祷告，祷不祷告？祷告夸谁？夸自己。是不是？不是夸神，不是仗着耶稣基督夸口，而是夸自己。我每星期进食两次，凡我得的都捐给你吃饭，我是个好人，别人是坏人，你看。明没明白啊？这伙人明白吗？不明白。根本就没明白，指着律法夸口，指着神夸口，我是有律法的，你外邦人哪有律法呀？是不是啊？我守住了，你外邦人能守住吗？是不是啊？好，他靠律法夸口。再往下看，你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是不是有律法的人受了教训，就晓得律法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的。你既律法是叫人知是非的，那你受了律法你还不知道好歹吗？就这个意思。往下看，也知道是非，就是知道好歹。这原就是或做也喜爱那美好的事。你既然有律法，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吗？啊，下面看，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你深信你是给瞎子领路的，耶稣基督称他为瞎眼领路的，是称犹太人为瞎眼。有没有开眼？没有，没开眼，瞎眼领路的。下面说，你深信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在黑暗中活着的人的光。你不是有律法的人，是照明那些在黑暗中的人吗？下面再看啊，黑暗人中的光，是蠢笨人的什么？师傅。谁蠢笨？你是他的师傅。是小孩子的什么？先生。在律法下的人，你只能是，也就是说，用一句不好听的话说，你只能给小孩当先生，你只能给蠢笨人当师傅，你只能给黑暗人当什么？当光。你就能干这事。保罗是在责备他们，是夸奖他们，是说他们比较聪明啊，是说他们比较笨，啊，是说他们是婴孩，是说他们是大人，婴孩不懂事的人，是不是啊？保罗这话你能听出来，这是责备人的，这根本不是。别人说，你看人保罗这教导的，这是教导吗？啊，这是教导还是责备他？责备。连教导的话、责备的话都分不清。教导的话教我们效法亚伯拉罕之心，这是教导的话。这段话根本不是教导的话，而是责备那些蠢笨人的师傅，自以为聪明的，自以为我是老师，是拉比，但是这里边是证明你是小孩子的先生，小学的老师，幼儿园的老师，对不对？什么也不能干的，叫你教代数物理，叫你教化学，能教了吗？能不能？能。教天文学啊，能不能教不了的？原因是因为是什么？他是小孩子的先生，就是你最初级的，你的先生只是初级的，必须在律法下给你引到基督面前，叫他认识基督，对不对？嗯。好，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你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在律法上有真理，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没在真理上，对不对？在律法上有什么知识和真理的模范？那个模范是什么？模范是什么？
那种什么？什么叫模范？啊？特别的模范。哪个模范？模范呢？有真理的模范，你在立法下有真理的模范。墨是一个头，一个墨字一个草头一个。三点水。那草头一个加那个字。哦。写一样的模范啊，这里的模范是不是当模范呢？模范是不是叫别人效法的？但他的模范是什么模范呢？假冒为善的模范，对不对？保罗说这一套都是说明他假冒为善，跟耶稣讲的话是相合的。模范，模是楷模，范是自己的规范，是示范，我给别人做示范的啊，就是要背。对，对呀。保罗说他又笨又蠢又没有知识，完了之后还在那他还显大，还吹牛，现在人说是吹牛，对不对？在人前专门装大，装师傅，装拉比，就是问他安，装尊贵，在人前就装敬虔，装圣洁，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残暴的人，是不是都假的？这假师傅，对不对？说这群犹太人，他不说净在人前装的好敬虔的样子，其实这里边是说了，马上指出他的假冒相。你不让人偷窃，你自己还偷窃吗？你不让人奸人奸淫，你自己还奸淫吗？你要说，再说我们也没偷窃呀。你也没偷窃啊，这就说什么意思呢？在雅各书上有这样一句话，你犯了一条犯了正法，对不对？对。律法和别的不一样，律法不是你我犯了哪条就是哪条，而犯一条就等于犯多少条，没有条。哎，所以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今天犹太人光法不可奸淫守住了，是不是啊？完了所有的都守住了，就把有一条没守住，就把贪心那个没守住。前面犯没犯？都犯，前面都犯了，把一条守住了啊！现在就守住，比如说守住九条、十条，他一共守住九条。现在有一条没守住，就贪心，是不是啊？啊，贪心啊！第二背。贪心啊，就有一个贪心的把九条全犯了，613条全犯了。所以呢他说我没奸淫，你为什么要奸淫呢？他奸不奸淫？奸不奸淫？他不解释奸淫了，因为他在律法下你就得守全，要在恩典下一条也不用守，听懂了吗？一条不用守，他责备那些在恩典下的人，你看你今天是犯奸淫了。但保罗说他们，你奸淫、贪心、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争竞、记恨、恼怒、奸诈、纷争、异端、醉酒、荒宴，都犯了，没有一条不犯的，凡律法上规定的全犯了，是不是？对。所以保罗在这说，你就说别人不偷窃，你倒偷窃吗？你说别人不奸淫，你自己倒奸淫吗？听明白这是啥意思吗？奸不奸淫？律法是总结，是基督，是整体的。你把基督那手干饭了，律法身体干饭，基督的身体干没干饭？干饭了。干饭了。你不是干饭了？好，我把你那个耳朵给你削掉以后，我就干饭耳朵。没干饭这个人，你把我耳朵削掉，我成残疾了，你不干饭我全人了吗？听懂吗？犯律法，律法整个的律法，它的总结是基督。你犯了一条，不等于把全犯了吗？这是针对那些在律法下之人说的，是不是啊？对。三章就说，律法上的话都是针对律法以下之人所好，塞住个人的口，就是叫犹太人呐、啊，你守律法，你没守住，一条都没守住，
最小的一条抬不可起抬起，这一条不可起抬起你也没守住，是不是叫他回转呐？啊，是，是不是针对把律法下的人也圈在队里了？是，啊，圈在队里目的是什么？要救他，让他说死了他也，老这牙跺着脚都不承认，不承认什么？不承认我是罪，我哪罪了呢？你休妻我就另娶，我就给他休书就完事儿呗。耶稣休妻另娶不是因为淫乱的，这不也针对律法下的人吗？你就等于叫他犯奸淫了，是不是啊？是。犹太人犯没犯？犯了。我没有杀人呢，圣经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那是古人说的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是吧？反面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地狱的审判。那犹太人有没有骂？有没有说？他谁都说呀。耶稣来这，他说靠鬼王干鬼，别欺负干鬼。骂没骂？骂了，骂了，说不说弟兄是拉家？笨蛋，蠢货，说没说？那难免地狱之火呀，是不是？耶稣就故意的把犹太人也给他圈在罪里头。目的是什么？要拣选他，他没明白，他说这我可不行，别承认我有罪呀、啊，就是有罪也不能承认呐、啊，那承认了，那我就没面子嘛，我这犹太人师傅啊，师傅有罪吗？师傅不能有罪，一点罪都没有，是不是啊？他想这，但神想方设法把他圈在罪里，要拣选他，圈在罪里才蒙福呢，不圈在罪里的人不能蒙福。把你圈在罪里，目的是应许的福，因着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他有没有明白？明白。说啥也拒绝这罪，哎，我没有罪，我哪来罪呢？哎，你发没发现？今天教会的人发没发现？你看犹太人这样不承认自己罪，咱们到神面前得承认罪呀。这下可有把柄了，是不是？这下可有把烧饼了，是不是？那这个烧起来眉头就在那就了糊了，把这饼给了糊了，是不是？你犹太人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今天承认呢。要认自己的罪呢，神信实公义的，是什么？要赦免我们的罪，并洗净我们，就开始就天天在那罪里不出来了，赖着不走了。说了有没有？有。这是事实吗？是是事实啊。是。你看不看清楚？看清楚。这群人就在这里，在这窗帘再拉一下，快拉到走。这总是我眼睛，我都不敢上这边站。你拉一个，不要拉到走。行，听清楚了吗？神为什么要在这里头写保罗写这段话？其实告诉他们，就是你们是罪人，就叫你承认是罪人，是不是啊？保罗写罗马书不是针对一部分人写，前面这段话告诉全世界的罪人，就是要证明全世界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还是为奴的自主的，是不是啊？都在罪恶底下，目的是要拣选罪人。但现在成了一个极端的极端分子了，你看不看这？无论是三字教，无论是家庭聚会的，都成为极端分子。你们说，有罪了才蒙福吗？神，无罪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用得着吗？那今天咱就开始，就从现在一直到永远都成罪人了，行吗？极端，永远成罪人，行吗？怎么信也是罪，这个就交了钉子。我告诉你们啊，谁敢说自己是无罪的人，这个就是异端。我们永远是罪人，直到耶稣基督来的那日子，我们也是罪人。完不完了？完不完了？完了。我们从前不认识主的时候是什么人？罪人。我们现在认识主的人，因着耶稣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什么人？罪人。谁说敢说啊？一人住在基督里就是一人啊？没死你的啊？他基督耶稣里是一人，你敢说你不犯罪？
啊，你敢说？谁敢说？啊，谁敢说谁不犯罪？又完了，又掉从这坑里出来，掉那坑里，从屎窝里捞出来，要我看不看见？掉进去了。你看这极端分子啊，你是真有个极端分子，他就这么极端，就是能气死你啊，那黑眼球都能气蓝了，是不是啊？是啊，那糊涂到这极点了，那纯糊涂蛋呢，净有这些糊涂人，你怎么说他也是糊涂，他就憋在那里，撒旦就给你憋在那里，你前进也进不了，后腿也会退不了，因为你要在这圈里头，在这罪的圈里，你说你能走吗？你上帝叫你啊，往上标杆什么？是跑，他不跑，他咋了？他在那去转圈儿，在罪里那圈圈里，圈在罪里，他就在那里转圈儿，能好不能好啊？不能好，不能好。哎，犹太人今天针对那些犹太人说话，怎么说呢？你那蠢笨人的师傅。有许多人解这段经文解错了，说你看那外邦人那守住律法了吧，你那律法的要按照什么本性守律法上的事，岂不要审判你这什么有疑问侵犯律法的人，这句话就把这句话拿回来，你看这不是叫咱们守律法吗？这段经文是叫守律法吗？外邦人没有律法，顺着本性是指什么？在基督耶稣里的人顺着本性，对不对？在基督本性，基督本性有罪吗？有没有罪？没有。我住进基督耶稣里面是有罪的人吗？没有。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基督那个律法成就那个义都成就在我身上，对不对？对。这是指一条我都没犯，因为我信了基督，把基督接到我心里，随着本性守住了律法，不是守，不是用肉守的，是用心守的，不是用。不是用守住那戒门规条，而是守住基督的，因为律法总结就是基督的。我现在守不守住？基督在不在我心里？在。律法所有要求的公义都在基督身上，律法所有要求的所有的丰盛，神的丰盛都在基督耶稣。我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律法要求隔离，我在基督耶稣里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对不对？对。那你怎么能说我是外邦人守住了吗？没有一个守住的，因为圣经证明说凡有血气的有没有外邦人？有。那句话不是那个意思，解释那句话的人不能靠那个意思解释啊！哎，外邦人没有立法的外邦人，顺着本性守住守立法的事，岂不叫人审判你这有疑问敬畏立法的人吗？那是外邦人守住了吗？没有。外邦人借着信，对不对？借着信心。不是守的，是信的；不是规条，是经义；不是字句，是经义，对不对？那是讲这件事啊。而多少人把这段经文解释外邦人守住了，所以我们外邦人虽然犹太人没守住，我们得守啊。完了，又掉进那坑里去了，就有许多坑啊，陷阱，对不对？谁看上帝就看谁能从这陷阱里跳出来。谁能跳出来，福分就是谁的。阿门。是所应许的福归给那信的人。这明明告诉你，福你要想得福，借着信。你要不是借着信，没有一个人能跳出律法的，对不对？你若不是借着信，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能够脱离律法的咒诅的，对不对啊？那上帝对律法下的人说的话，今天有多少人能在教会中间遵守的？去遵守去了，你看你责备你，那这不礼拜告诉你，你说别人奸淫，你自己还奸上，你注意啊！耶稣说什么叫奸淫？天天把教会的人吃饭奸犯奸淫都给他赶出去，我们圣经说什么犯奸淫的，把那恶人从你中间赶出去，一个一个往上滴溜，从前面一直滴溜到后面，一个一个滴溜出去，都赶出去了，是不是啊？都赶出去了，教会剩下谁了？没了，没了。为什么呢？那你把别人赶出去，耶稣基督有规定啊，耶稣没让你赶呢，你赶出去了，你凭什么赶？凭自己赶的，因为保罗在罗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说吧，要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什么赶出去。他怎么赶的？那不说赶出去吗？那不就得赶吗？那你赶出别人这个人应不应当赶出去啊？应不应当？应当。把别人赶出这个人应不应当赶出去？应当。为什么？因为耶稣还有说，那犯奸淫的，耶稣说，你要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你的心里已经与他什么？犯奸淫的，是不是啊？是。那凡没把你赶出去，你赶出别人这个人，凡把你赶出去，这马太福音不是白写的，是不是？耶稣写这些话，如果你用律法规条，按照这人犯不犯奸，你就把这人赶出去了，那我今天把你也赶出去。对不对？那里面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你们动过吗？没动过，从来我都没动过。动过吗？动过淫念就都赶出去。耶稣说了，那这规定啊，要是看见妇女动了淫念，就等于跟他一同犯奸淫了。好，那是。光把犯奸淫赶出去，心里动的不算，是不是啊？他自己有标准，心里动的不算，就心里想的不算，就外面犯奸淫都会赶出去。完了，一个也没有了，是不是啊？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就按照你的标准了。上帝今天按谁标准呢？耶稣基督神的标准。对不对？对，你要是达不到耶稣说话的标准，那就进不去。耶稣把这件事呢设立的，就叫你没有办法达到，你达不到才好呢。你达不到，你就来归向主了。你肉体行不出来，没有一个人不动意念的，所以你动意念的也被感觉坏了。耶稣说的话不是要把众人赶出去，是那旧人要赶出去，像以斯玛利一样，从血气生的那个人要赶出去，这个肉体要借着死归入基督的死。要这么干，不是叫你把弟兄姊妹拽出去了，别聚会了，你上那边去下阴间去吧，是这么回事吗？自取解救危不危险？危险，免得把教会的弟兄姊妹全部给赶出去，是不是？对，就这么解救完了。那犹太人现在就活在自取里面，上帝设立的自取规条，哎，他就手使劲手，他不知道上帝设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叫你承认我自己没有办法靠肉体成义，这是最终的目的，对不对？我靠肉体没有办法守住律法，是不是？这是为目的，把众人圈在罪里不顺服中间，特要连续众人，不是要杀众人，不是要灭绝众人，是要连续众人。神的意思好不好？好，是把你圈在罪里，不是要消灭你，是所应许的福，因信就要借着信的途径，不借着手，叫你知道你手你根本是守不住的，叫你承认你守不住，借着信的途径把你拯救出来，是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新的人。阿门，好不好？好，这是为目的，都得着了。凡这么信的，愿平安，愿基督的恩惠一生来伴随你。阿门。一同的闭目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感谢你，阿门，因为你是何等的伟大，阿门，你是何等的圣洁，阿门，你是何等的荣耀，阿门，因为你做成了救恩，在十字架上救赎了这群人，阿门，是我们今天不凭着自己肉体绑臂手，阿门，不效法犹太人，阿门，不效法那些假冒为善的人，阿门，今天你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明白了今天话语圣经话语的针对性。阿门。针对犹太人的，我们不要把它应用在我们身上。阿门。针对魔鬼说话，不要应用在我们身上。阿门。针对奴仆说话的，要应用在我们的肉体身上，不要应用在我们属灵生命身上。阿门。求你来帮助我们。阿门。弟兄姊妹的心，保守每个弟兄姊妹每一天在基督耶稣里面遇见你，住在基督耶稣里面，不住在肉体里面。我就求你赐福这一小群儿女，使他们都能吃着你的真道，不要这真道在他们里面随手失去了。因为你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阿门。今天我们
你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要用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牢牢地守住。阿门。求你来帮助我们。你赐给我们一个信心，能够守住你的道。阿门。靠着圣灵能牢牢地守住这道。阿门。凭着我们自己的肉体膀臂征战，乃是凭着主你的圣灵来征战。阿门。你在我们中间施行你自己的拯救。阿门。拯救更多的人明白你的救恩，引导我们的意念每一天都在基督耶稣里面。阿门。感谢赞美你，求你来带领我们。这几天的聚会交在你大能的手中，求主你大大的祝福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借着这几天的聚会，使我们的心更加的能兴旺起来。阿门。我们众弟兄姊妹都能够复兴起来。阿门。是软弱的变为刚强，灰心的加添力量，使我们站起来勇敢的为你福音打上美好的胜仗。阿门。加添我们的信，加添我们勇敢的心。阿门。我们感谢赞美你。阿门。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阿门。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家里的人。阿门。每个家里的人都能全家得救。阿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